是你偏要的音乐。干杯！哈？干杯！啊啊啊啊！哦，你很厉害的。OK。好哦哦，那一口，就一口，一口，我真的只喝一口。啊，就喝一口。一口怎么够？会不会说出真实的内心话？怎么只有一口？我跟你讲，有酒精才有故事，好吗？这是我的名言，有酒精才有故事。可以，一路走出去到那儿过去，刚才我这边还打光，好，往这边走吗？对，好，就而已，好，一样牵手。怎么了？讲你的，对啊，我，你这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我就说你喜欢我，你碰我干嘛？死变态，你不要碰我。好了。我变态了，走了，走。对了，我变态好了，我们去别地方。哎，还有，你还去别地方？走走走走，碰我手干嘛？那死变态！当然了，你们翻个跟头，你声音，你知道的。对。OK。你又是那个小鲜肉，你不要拦你，不要拦你，你要拦我会跑，我会跑，我会拦你，我会拦你。你是你，你真的好。不学弟不要兄弟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不学弟不要兄弟，你不就是吗？当然呀，啊，关我屁事啊！你是来跟我搞屁友的？你们两个是有仇吧？真的有仇吧？真的没有，真的就是吃醋到心中有一个怒火。最近天气真的太热。再反靠，刚刚就死在那里。导演在今天就是让你握到了碰到于心的手。哦，我应该等一下出去有没有杀了？没有，不会被暗杀。你碰到当下有没有觉得好像碰到自己的一些长辈、阿姨、妈妈之类的？可以坦白没关系，还是有点恋爱的风格存在。说，你看，好好说。我觉得。今天是我这一年最幸运的一天。我讲的好不诚恳啊！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新人讲的可以这么都不诚恳。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最幸运的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星辰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男神时代。